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在戏里面的角色我叫黄元浩，就是富贵堂黄大同中医的长子。我的特长就是哭，一有问题一有困难我就哭，一哭问题就解决了。那我呢，就是黄元浩的老婆，也就是富贵堂的大媳妇林淑芝。那在戏里面呢，她没有别的，就是爱打扮，每天呢都浓妆艳抹，所以呢连这个老公呢都没有看过她的素颜。我们两个呢就是天生一对龙凤配。富贵平安，周一至五晚上7:30八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姚玉珊，在戏里我是饰演黄子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徐明杰，我在戏里面饰演陆小强。我们在家里面呢呈现的永远是一股正能量，而且我们在戏里就是所谓的活宝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大家看到我们出现